天要甲咱大家分享的，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所记载的，耶稣讲：“恁着坐伫迄个祭米席顶头，就是坐伫我。”主要说爱咱每一个人所做的，毋是爱夸口，讲咱做偌济、做偌好。圣经讲，着爱坐伫迄个祭米席身上，就是坐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咱知影，伫印度有一个真出名的修女，叫做 Mother Teresa。伊是一个修女，矮矮啊，无真大汉。总是伫印度教各大迄个所在，伊用耶稣的疼，坐伫迄个祭米席人的中间，就是将遐个啊要过身去的人，或者是死伫路边的人，伊就甲捡倒转来，来甲伊服侍，予伊进入尊严。来过往去，咱知影坐伫祭米席身上相当无简单。咱人拢爱坐伫迄个人看会到的所在，但是呢，提勒莎修女伊安尼讲，讲当我看每一个人拢是咧看主耶稣共款，伫遐咧服侍因，服侍遐个卑微的人，就是我知影咧服侍主耶稣，才会咧激励咱。所有兄弟姊妹，在咱今日咱的社会内底，有真多弱势、欠缺的人，拢是需要咱发挥贴心来帮助因，来关心因。耶稣讲：“我嘴大，你有我嘴啉；我脱袜体，你有我衫通好穿。你伫我关家的时阵，你有来探访我；伫我破病的时阵，你有来安慰我。”对这，咱就知影。其实，咱要做好事，咱拢知影，所有的宗教拢是咧做好事。但是，基督教信仰伫这个所在咧强调，咱的做好事，唔是做伫迄个真轻盈的所在，予人看会到，予人家己娱乐，是爱做伫迄个祭米席，人看袂到的所在。上帝伫天顶要甲咱报答。我相信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拢做真侪好的代志。但是，咱爱亲像耶稣所讲的，坐伫迄个上祭米席人看袂到的所在，主耶稣底下要甲伊讲：你是一个好的人，你是一个疼上帝、欢喜落实伫人的中间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我真爱你，伫你的生命内底，真正咱做伙来关心咱的社会，关心伫社会需要的所在，就是看到咱家己的责任。